节要到了，被暖暖的阳光唤醒，开始为迎接节日做准备啦。好啦，我的圣诞妆容已经画好啦，妆容有了微笑加持，看上去更加元气满满哦。等等，我搭的圣诞妆红色毛衣搭配格纹短裙，是不是看起来暖暖的，又超有活力？小房间也要记得装饰一下，红绿色的字母气球、雪花都可以准备起来。不过，对提升圣诞气氛来讲，最最最重要的当然是圣诞树啦。慢慢组装，放上金银小球的过程也很治愈哦。完工，叫醒圣诞树就开始营业啦！一、二、三，咔嚓，用元气的笑容迎接圣诞。果然，像这种笑容照一定要有大白牙的入镜，感觉更有活力，青春气息都多了不少。这个拍照小心机的 tips 大家要收好哦。这个可爱的粉色小美刷是我平时一直在用的电动牙刷，采用了飞利浦独有的流动节力技术，可以有效驱动口腔内的水流深入齿缝清洁死角，搭配美国杜邦进口的柔软刷毛，在清洁牙齿的同时还能温和护龈。小美刷有清洁、净白和护龈三种模式可以选择，像我一样牙龈敏感的宝宝呢，可以建议使用护龈模式哦。它的压力感应智能提醒功能超级贴心的，当琥珀色的小灯亮起时，就是告诉大家要减小刷牙力度哦，保护好我们的牙齿。今年飞利浦还贴心的推出了圣诞小心机礼盒，打开就能 get 我的同款圣诞笑哦，里面有一支粉色的小美刷和一支黑色的小酷刷，粉色少女感十足，黑色炫酷，能温和清洁牙齿，助力大白牙养成计划。此外还有一个小巧可爱的拍立得相机。好啦，今日的圣诞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大家记得每一天都要微笑，认真记录每一天的生活哦。爱笑的女孩总会自带光芒，为美丽加分，跟我一起刷新好齿，用笑容迎接每一天吧。